1991年我在这个地方做访问学的时候，去过香港3年，但真正有业务上的联系出书呢是2008年，合作很愉快，而且进展很顺利，而且对这里的编辑的认真我很感兴趣也很感激。这几十年中真正关注香港的教育、商业、思想、文化以及城市发展的大量的图书都是香港商联出的，就在这么多的出版机构里面，香港商联是根扎的最深，而且对这个本土的或者是本港的学术做出比较好的贡献的。其实大陆的民众对于香港的了解非常非常的缺乏，所以作为一个扎根在香港的出版社，香港商联的工作很值得敬佩。商联书店不管是大陆的还是香港的都是有这个努力，就是兼及学院和社会，或者说在学术著作中的兼强调社会关怀，在普及读物里面强调思想性，这是你们的出版的最大的特点。对于香港商联来说，可以这么说，跟香港一起成长，跟香港的年轻人一起成长，跟香港的学术界一起成长。如果能做到这个，香港商联就有辉煌的明天。